从这个大门进来之后，我们会先看到右手边，它这边其实是一个和室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摊开这个榻榻米的话，它中间就会放了一张小椅子跟四个椅垫，然后这边就会有电视机，可以在这边看电视，算一个小客厅。啊，这个就是双人床，在这边会有一个双人床，然后很舒服。洗澡的地方就以露营车来讲，算空间算蛮大，因为我之前去住过其他露营车，比这个再小一点点。真的好好吃哦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就是晚上都会有管家，然后帮我们准备晚餐。好棒哦！还有前菜是什么？沙优格牛排。哇！然后他说这个面包很厉害，这个面包等一下配一个油封鸭，这边是肉肉，然后还有他也还招待了我们这个套厅。哇！跟干贝跟鲍鱼，干贝跟鲍鱼也是他们招待给我们的。我们已经吃饱了，这小宝贝吃得好开心啊！我也吃饱了。在我们的露营车前面，对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是礁溪老爷温泉饭店旁边他们附设的露营区。对，然后这个露营啊，是一个很厉害的露营哦。然后它其实有分两种不同的车型，一种就是上下铺的，当然我们选的呢是合适的。合适的话呢，就是一边双人床，然后一边就可以把它变成休憩区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平铺榻榻米，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坐到四个人啊。呼！好，等一下我们再开箱给大家看。哇，好漂亮哦，旁边都是露营车，那边有沙坑区，然后那边啊，这个。这好像是可以踢足球的，他超开心的啦，真的好好吃哦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就是晚上都会有管家，然后帮我们准备晚餐。好棒哦！还有前菜什么？沙优格牛排。哇！然后他说这个面包很厉害，这个面包等一下配一个油封鸭。然后谢谢他们招待了我们一只那个气泡球。哇塞，好大哦！看好可爱，它这边全部都有食材。哦哦、原来这么多哦！对，这么多，这边是肉肉，然后还有它也还招待了我们这个套厅。哇塞！跟干贝跟鲍鱼，干贝跟鲍鱼也是他们招待给我们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如果你们平常来的话，基本上该有的都有，但如果不够吃的话，他们其实会有一个加菜，就是你可以另外再单点的。很棒哎，而且这边户外就有那个洗手区。如果你觉得那个，啊、对对对，就是露营嘛，我们是露营，我们是来露营的。而且你看这个，我看怎么没看到？超可爱的儿童座椅，芝麻出现，芝麻，嘣！有没有很丰盛？芝麻还有虾虾哦。嗯、啊，还想睡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吃饱了，这小宝贝吃得好开心啊！而且吃饱了。宝宝瞬间被打脸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要下去了吗？我还没吃饱，我现在吃火龙果。他刚刚吃的虾虾，还有香菇，还有玉米，还有面面，还有炒饭。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，一脸就是还有这个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好多，还有肉肉，还喝了汤，对，还有芭乐，好多、哦。而且他这边有帮小朋友准备，就是小朋友可以选炒饭或者是宝宝粥。火龙果好吃吗？嗯，火龙果好吃，火龙果好吃。总之就是呢，从这个大门进来之后，我们会先看到右手边，它这边其实是一个和室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摊开这个榻榻米的话，它中间就会放了一张小椅子跟四个椅垫，然后这边就会有电视机，可以在这边看电视，算一个小客厅。再来哦，怎么了？宝宝，宝宝撒娇。对，然后再来这边就很可爱，会有一个小洗手台，然后洗手台这个呢就是逆渗透的水，然后这个就是一般洗手的，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平台，就是可以让你暂时放东西，当然就是还有小冰箱，冰箱里面的冰箱有什么呢？有好大的可乐，这是我们刚刚的晚餐，然后还有附一些豆奶，然后能保矿力，没错。好，然后刚刚走进来啊，这边就是一个。不行。想哭，爸爸带你去，爸爸带你去。我想喝。爸爸带你喝，爸爸给你喝。这没有东西呀、啊，妹妹。然后这个就是双人床，在这边会有一个双人床，然后很舒服，外面就有一个对外窗。我觉得这个洗澡的地方，就以露营车来讲，算空间算蛮大，因为我之前去住过其他露营车，比这个再小一点点。嗯，它这个有对外窗，这边就超级无敌大的一个洗手台。对。
对，然后它就是会，因为它其实可以做到四个人，然后小垃圾桶，然后这边它的备品跟吹风机，然后厕所也是独立一间的，而且这个冷气是夏天可以开冷气，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开的是暖气，很舒服。暖的。对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置物空间。对。我这边看啊，对临时赶快关起来，不想让会发现。你看它。爸爸，你家也要洗澡吗？我想洗澡。你想洗澡？那我们去洗澡吧，跟大家说拜拜。那我们洗澡咯。这位爸爸，下雨天你在外面。对。爸爸，去饼干户。好，你看我也有饼干窝。我老婆跟我女儿帮我准备的。我有饼干耶。对啊，你身上也有啊。爸爸这样。怎样？好厉害！那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！拜拜，芝麻说拜拜，明天。我爱有。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噔噔，早安！这个是我们的早餐，好大一箱哦。第一层，哇，第一层有妹妹最喜欢的坚果，有坚果，还有果酱，还有鸡蛋，有面包，面包用这个袋子装着，好的，还有鸡蛋哦，青菜跟培根，妹妹芝麻喜欢的，还有鸡蛋，小心我把蛋砸在地上哦，鸡蛋，这应该是水煮蛋啦，还有一碗汤哎，哦。我们要跟露营车说拜拜了。拜拜。然后这边真的很贴心，他可以帮我们把行李载过去。我昨天睡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。其实真的很好睡。蛮 OK 的。如果你是属于比较睡眠需要很安静的人的话，可能就不要考虑露营这个活动，因为露营本来就这样，而且这露营车已经算是很高级了。对对对，其实跟大伙一起，好朋友一起玩，真的很适合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来礁溪老爷，对，跟露营车。那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虽然是露营，可是它里面管那些设施，通通还是可以使用的哦。对，而且服务人员真的很贴心，很热情，亲切。对，好哟。那我们这当然这次是下次见喽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妹妹拜拜。是吗？跟大家说拜拜吗？拜拜，他舍不得走了，拜拜吗？我们没有害羞了，我们没有害羞了，你好棒哦，拜拜。